许许多多人为什么一生不能成就，毛病有些大啊。如果真能精进，成佛不难啊。哎，你也晓得精进这两个字，精精纯，纯一不杂叫精，同时学两样不是精了，一样是精，专精嘛，两样三样不专了啊，你分心了，所以学东西只能学一样精啊，有进无退啊，所以你不要瞧不起老太婆啊，你自以为是，老太婆念几年佛到极乐世界成佛去了，你还在搞六道轮回，你瞧不起他，你还到最后还得求他来度你啊。为什么他人家精进啊，就一句阿弥陀佛了啊，念上个三年他就做佛去了，哎，一句佛号念三年就做佛去了，很多啊。啊，早年在新加坡啊，不是在香港弘法的几位老法师，地仙法师啊，地仙法师的学生。谭旭法师啊，在香港住的很多年了，往生在香港啊。啊，定西法师谭老跟我们讲故事，我跟他没见过面，听到他的录音带啊，夫妻讲开示的时候，他讲锅炉匠的故事啊，锅炉匠跟他是师兄弟了，他们是同一辈分的啊，都是地仙法师的学生啊，锅炉匠不认识字啊，受锅炉匠现在没人懂啊，我懂，我看见过啊，现在没有做这种生意的啊，我小时候住在农村啊，一年总会有个大概一两三次啊，挑个担子补锅补碗，锅碗打破了他能把它补起来还可以使用啊，现在没有了，没有这个行业了，非常辛苦啊，补一个碗补一个锅只一两个铜板啊，非常辛苦啊。以后他找到他的小时候的玩伴，就地仙法师啊，跟他出家，哎，四十多岁了啊。地仙法师给他说了，出家你没念过书，不认识字啊，这出家五堂功课你都学不会，人笨呐、啊。没智慧呀、啊！啊，结果赖着非赖着非出家不可，啊，这地老给他谈条件，啊，你能够听我的，我可以接受，啊，那没有问题，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，啊，真听话，哎、啊，他的成功秘诀，老实听话真干，三年。地老给他剃度了，送到宁波乡下一个小庙，破庙没人住的啊，找这么个地方叫他住，他一个人住，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，你就念这六个字，念累了你就休息，休息好了你就接着念，不分昼夜
这个好，没压力啊。念累了就休息，休息好了接着念的。三年，欲知实知，没有生病，站着往生的。啊，站着往生的。啊，那乡下也有几个人照顾他的，几个老太婆照顾他的。啊，看到他站到那里死了，乡下人没见过啊，人怎么会站着死的？啊，赶紧派人到关中寺去报信，啊，就去报告地贤法师，地贤法师是他师父啊，报告他，地贤法师赶回来。那时候走路没交通工具啊，走去一天，走回来一天，三天。他死了人站三天，地贤法师给他办后事，赞叹他，佩服你的成就。现在这个世界，许多名山方丈住持、弘法利身的大法师，跟你相比差远了，都比不上你。你去做佛去了，人家能不能往生还没把握。那个人谁瞧得起啊？他怎么成就了？精进，就抓到这两个字。啊，我早年在台湾40多年前啊，在佛光山教书，我在那里教了10个月啊，遇到山上有个长工，常年在山上做工的工人啊，因为他的建筑啊是几十年来都不断啊，天天都有建筑工程。在有一天晚上，月光非常好，啊，他这个山上有个小池塘，我们在小池塘旁边，大概有10几个同学，啊，在那里谈佛法。哎，这个工人看他走到我们圈子里来，也坐下来了。哎，他给我们讲故事，他真的，不是假的，是他的邻居，一个老太婆，啊。去年，我那是那个时候一年，去年念佛往生，站着走的，就念3年。啊，老太婆非常慈悲，人非常好。啊，佛法也不太懂，啊，她拜神、菩萨，什么都拜。啊，他也不知道什么都拜。啊，他是3年前娶了个媳妇，媳妇懂得佛法，劝他老人家不要乱拜，不要到外面去拜了。啊，家里面设个佛堂，供西方三圣，专念阿弥陀佛，专拜阿弥陀佛。哎，这个老人有善根，听话。啊，他就真这么干。你看，在家里的时候。念了3年阿弥陀佛，啊，往生的那一天晚上走的，啊，吃完饭的时候，啊，儿子媳妇非常孝顺，啊，跟他儿媳妇讲，不要等他吃完饭，他说他去洗个澡，啊，可是儿子媳妇还是等他，等了很久啊，没出来，奇怪，今天洗澡怎么洗那么久啊？去看看，真的洗了澡了。啊，才叫他，没人答应。最后看到他站在小佛堂，面对着佛像，穿着海青，拿着念珠，喊他的时候不答应，看了他走了，站着走的。这个工人告诉我们，念佛不得了啊，真的不是假的，你们都要好好的念佛了。完了，工人替我们上了一课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。啊，这是
邻居亲眼看见的，一点不假了。啊，前几年我在高雄，我还问问的时候，有没有同学知道这个事情？有，还有几个人对这个事情很清楚。你看，精进3年，到极乐世界做佛去了，不跟你们玩了，你们这儿不好玩，到极乐世界去了。你只要把这两个字抓到了，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啊？啊，所以，一切功夫不能成就，都在懈怠。